一百三十多公斤，一百三十多公斤。我再。
么现在多高一点？我不知道，我很久没有量了，160多哎，这么高吗？又被他拔掉了，原来是你拔的。你怎么没有讲哦？你去问一下，问关君啊。啊？问呢？妈。Next whistle in 10 seconds。他都没有讲几楼，他是这么讲，他讲又。保险的去楼上，你保险给他吗？哦，还需要那么多文件哎？给他吗？直接不有钱？我要签什么手术了？啊，大智慧呀！签那个什么保险的全额份。我卡上去的时候，他还要打电话给这 A I A 的，哎，我问是你是什么？然后这样。已经12:10了。给你了，你我搞不懂。你知道了。别死就关了。别死关，死关。我的心好痛啊！你别看我那
哈哈哈。